让充电变得更简单。全新电动车充电桩应用程式即将上线。亲爱的电动车用户，你是否曾经为了找不到充电桩而感到困扰，或者到达充电桩后才发现它已经被其他人使用？现在，这些问题都将成为过去。我们即将推出一款全新的电动车充电桩应用程式，让你的充电体验变得更加便捷。与台湾市场上现有的充电桩应用程式相比，我们的应用程式有几个重要的竞争优势。首先，我们的应用程式将与 LINE 平台整合，让你可以在 LINE 上找到并预约充电桩，并接收充电相关的通知，这将使你的充电体验更加便捷和愉快。其次，我们的应用程式将提供个性化推荐，根据你的行驶路线和时间推荐最适合的充电桩。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用户社区，分享你的充电经验，评价充电桩的品质，并提供充电桩的实时状态更新。更令人兴奋的是，我们将设立一个奖励系统，你在使用充电桩或参与社区互动时可以获得积分，积分可以用来兑换充电时间或其他奖励。我们的团队一直在努力开发这款应用程式，并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与大家见面。我们相信这款应用程式将为电动车用户带来革命性的变化，让充电变得更加便捷和简单。期待我们带来更多的更新和消息。